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尔时就当儿之时，就是啊，说完了这个七大这个时候，恶难及诸大众即在啊这个法会这个大菩萨摩诃萨大恶罗汉这无漏圣众大比丘僧等就在这会蒙佛如来承蒙啊佛如来微妙开示，这种啊最微妙的最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这种的道理，这种的法来呀开示给大众，身心荡然，得无挂碍，是诸大众个个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入观手中所持业物。这些个大众得到世尊的微妙的开示，身心荡然，这个身和这个心都荡然。咱们叫当然呢，本来呀当然呢就什么也没有了，空了，就好像啊用那个水啊把这个尘垢都洗去了，这现在啊就剩这个光明的佛性了。所以啊就荡然，荡然无存，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空了，内无身心，外无世界，那里边身心也没有了，外边世界也空了啊，正到这个境界上，这就荡然了，荡然什么都没有了。俺们为什么没有荡然呢？就因为俺们那里头啊，还执着我们这个身。哦，谁要说我一句，当堂就生烦恼了。谁有啊，对我烟色有一点不好，随时啊就放不下了。随时就放不下了，也就没有荡然，得无挂碍。因为他荡然了，所以就不挂碍了，不挂就不挂这个身心了，内无身心，外无事干，所以也就不挂碍了。为什么你挂碍啊？好像啊，这个浪你有个男朋友在越南，一天到晚挂着男朋友有没有信来啊，或者又忙里偷闲也要写封信给男朋友，这都是挂碍嘛，这就是挂碍。为什么要这样子？就因为没有身心荡然啊，有所挂碍，所以就放不下啊。还是有你看 Bethlehem in越南啊 Every day thinking 啊还没有 coming Every time like为了必须 make 没有 to your friend 这就是啊有挂碍。你要无挂碍啊，你挂着它有什么益处？你说你天天记着它，记着它啊，把你头发都白了，眼睛都花了，嗯，很快就老了，嗯，没有什么益处。我现在什么也不挂
啊，所以我以前头发都白了，修庙修的头发都白了，现在又都变成黑的，就因为什么也不挂。我现在给你们讲经啊，就是讲经，讲完经啊，看看书啊，这也我也不用心，就这么看过去就算了啊，不怎么样啊，用这种纸招心。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当时啊想法子把它办了，办过去也就不管它了，就忘了啊，不是故意忘，他自然就不想它了。为什么呢？你就把一切看得重要啊，这个事情啊 really important 啊，怎么放不下了？你看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关系啊，什么事情都很平常的，很平常的，不要紧，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泰山崩前而不惊，你就是这个有什么大的灾难，甚至这个房子倒了，不管它，你呢也不管它，它就倒了也对你们很不会有损伤的。为什么对你有损伤？就因为你放不下，你挂着，你害怕，你害怕，所以就有损伤。你要不害怕，你那个灵性啊是完整的，在什么地方也不要紧的。是诸大众啊，个个自知，每一个人都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些个大众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呢？心遍十方啊，这个心呢、啊，周遍法界的，是遍满十方的。哦，见十方空。见着十方啊，就虚空，你看见没有？怎么样呢？十方虚空啊，并不大，有多大呢？就像啊，在掌上拿这个业物似的，啊，所持业物，入观手中所持业物，就像啊，看手里头所持这个业物似的。业，这个业，这个他注解说是背业，这个业不一定是背业，或者树叶，或者花叶，或者什么叶都可以的啊。总而言之，你手上拿一个叶子就是了，这是个比喻，也并不是实在的啊。物，物是什么呢？就说是奈摩罗果，奈摩罗果印度有，那么中国没有那个东西，奈摩罗果。总而言之啊，在这个时候，这个法会大众啊，他领悟到这个十方的世界虚空啊，这种的理啊，这种的境界都是在自己的心里的，没出现前的一念心。所以这个心法就是妙呢，心法是最妙的，他心虚空遍法界，没有一个地方它不是的啊。那么因为啊，这个心是这样大，所以啊，做大微小啊。你看的十方虚空也和看自己掌上的东西一样那么清楚啊，一样那么清楚。这是为什么呢？我再告诉你们，这时候啊，这个法会大众啊，都得到天眼通了，都得到啊智慧眼了，所以呀、啊，他能领料到这种境界啊，领料到啊万法唯心，心包万法。这心呢，心包实虚呀、啊。这个含糊实虚是什么？就是俺们这个真心，俺们这个真心呢、啊，含糊实虚呀、啊，无有方所，没有方所。它是尽虚空遍法界，你说它是在什么地方？它是无在无不在的。所以呀、啊，心包万法，万法也是唯心，万法都是从心生出来的啊。诸法从心生，诸法从心灭啊啊。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你这个真心呢，它是不生灭的。所以这个法，也就是不生灭的。你说这个法会的大众都开了悟，俺们讲经讲到这个地方，你说俺们要不开悟，是不是应该生忏悔心？不是啊，和你们讲笑话。现在要你们开悟的，
谁再不开悟啊，看见我这个名要打的，这硬要逼着你们开悟，谁不开悟我就不客气了。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原心。我还有一句你还没给我翻译出来，我问问大家，这个是当时法会啊，每一个人都知道啊，这个心变十方，见十方空了。咱们现在这个法会有没有见到十方空的？一切世间，在当时啊，这些个法会的大众啊，觉得啊，他因为看见十方空啊，好像手中所拿着这个业物一样。那么又觉得一切世间呢，诸所有物，所有的一切的东西，皆即菩提，都是啊这个菩提妙明圆心的，都是这个菩提心里头的东西啊，心经变圆，含果十方。这个心就是这个菩提心，心经变圆的这个菩提心，这种微妙的道理呀、没有一个地方不圆的，一点缺陷也没有，所以叫变圆，无欠无余，也不会多一点，你要多了一点也不算圆，也不会少一点，少了一点也不算圆了，就应该有这么多，就是这么多，所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就变圆。含果十方啊，这个字读果，果呀、就是包裹啊，含呢就包含，果呀、就把它包起来。怎么叫果呢？中国人呢讲包裹，好像那个行李那个旅行袋，那个在中国人叫包。包裹，这就是这个果。中国有那四方布啊，把东西包在这四方布里头，结几个疙瘩，这就叫果，包裹。好像那个谁给你寄来的东西，大的，这也叫包裹，这是这个果。这个心呐、含果十方啊，这个十方啊，不过也是个名称，根本呢。就是不止十方，这是遍一切处，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比十方虚空之中，吹一微尘，绕存绕亡。反观呢，以前呢它是向外观的，向外观呢看不着自己的眼睛，这回啊反观呢，大约是看见自己的眼睛了。为什么看见自己眼睛啊？佛说是自己的眼睛看不见自己的面，现在怎么又看见自己眼睛了呢？因为他有天眼，有这个天眼呢，你不单可以往外看，又可以往里看啊，你这个身体啊一看就像玻璃，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这玻璃杯里头啊、这个水是有颜色的，看得见。你要得天眼通啊，或者智慧眼、佛眼呢、你这身里头啊，哪一部分有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见的啊，有什么毛病也可以看得见，有什么这个气血不流通都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外边也可以看，里边也可以看的。当时这些个大众啊，看十方入观掌上，又看自己的肚皮，看自己的里边，自己这个身体，自己这个身体也和十方虚空那么一样的大，说是那怎么又说父母这个身是像一粒微尘呢？我现在所说这个身呢是个法身，这个法身呢和十方虚空一样大的，
这个肉身呢是这个报身，这个报身呢就好像在十方虚空里头啊，那么一粒微尘那么多，你说这是不是少到极点了呢？所以说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反观呢父母给这个不干净的身体所生之身啊，有比十方虚空之中有啊，就好像啊油脂糊啊，好像这个比就那个是比那个十方的虚空之中，在那虚空里边吹一微尘，吹起来那么一粒的微尘啊，绕存绕亡啊，忽然就好像存着又好像要亡了啊，就好像这个灯要灭它又没灭，没灭它又没有多少光啊，所以呀、啊、这个生灭的身是啊终究会啊亡的啊，现在虽然存着呢，将来一定会亡的，这绕存绕亡。那么又是好像存在的又好像不存在，这也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也渺小的不得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不要被你这个假的父母这个很不洁净的这个身体呀、啊、你那么样啊执着它，那么样贪着它，那么样贪爱这个身体啊，放不下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哦那看得不知几宝贵了。实际上啊，哎，我有个弟子讲，你说傻瓜真是傻瓜，这真是傻瓜，把自己这个身体放不下，那就是最大的傻瓜。谁放不下这个身体呀、啊、谁就是傻瓜，愿意做傻瓜就放不下，不愿意做傻瓜就把这个身体放下的。入战巨海留意富偶其灭无从了然自知，怀本妙心常住不灭。入战巨海呀，就好像那很清净的一个大海，留意浮偶，好像啊漂流一个浮水泡的样子，其灭无从，也不能起也不能灭，其灭无从，你说它从什么地方起来的又灭到什么地方去呢，也是无从，了然自知啊。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了然自知，怀本妙性，那么都得到啊这本来固有的那个妙明的心，本妙明心常住不灭，它是啊不生不灭的，永远常住而没有生灭的。离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不怪得世间每一个人的欢喜，人家赞叹自己说自己好啊，这佛的弟子也赞叹佛呢。所以呀、啊、这个世界好名的人呢，或者啊说你真好啊，嗯啊你是第一啊，哦他抱着这个第一也就欢喜得不得了。这现在佛的弟子也赞佛啊，礼佛合掌，所以我的弟子赞叹我，我也欢喜。礼佛合掌，你合起掌来向佛叩头，得未曾有，听见这个法呀从来都没听见过的，于如来前在这个佛的面前呢说偈赞佛呀，你就啊写出几句偈颂啊，做出几句偈颂啊来赞叹佛。这是啊这恶难呢他又显露他的文学啊，他这个多文这个文学这么久都没有用着了，现在所以要说出几句偈颂来赞叹佛了。妙湛总持不动尊，小楞严王世稀有。
这两句寄送是恶难呢，以他多闻这种非常的学问来做出来呀、这个寄送，这个寄送是赞叹佛、赞叹法、赞叹僧。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这是这一句啊，是赞佛的。妙赞是啊，赞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遍满一切处的。那么这个妙赞这种的境界，就是这个法身的境界。总持，总持啊，就是赞佛这个报身。佛的报身呢，是犹如这个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梵语叫陀罗尼，此云叫总持。这是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佛这个报身呢，是圆满的，因为这个圆满这个意思啊，就属于总持。所以这个总持就是赞佛的报身。看这个不动呢，是赞佛的应身，是佛这个应身呢，虽然是应以什么身得度者，佛就现什么身去为他说法，就是啊，应以佛身得度这种的众生，佛呀就现佛身去度这个众生，教化这个众生。应以必知佛身得度的，佛就现一个必知佛身去度这个众生。他这种因缘应该呀以大富长者身得度的，佛呀就现大富长者身去教化他。可是虽然佛现出这么多的应身，但是本体是不动的，本体是不动的，他不动道场而教化众生，这是佛的这个应身。尊，尊呢就是佛的一个名称，佛叫世尊啊。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这是赞佛的这一句。首楞严王世稀有，首楞严王这一句是赞法的，世稀有这三个字呢是赞佛和赞法兼而有之，佛也是世间稀有的，这个法也是世间稀有的，所以首楞严王，首就是第一，就是头一样，首者头也，就是头一样，第一就是第一种，第一种究竟是什么呢？楞严王呢，就是啊，这个究竟坚固三昧之王，楞严大定，楞严就是究竟坚固。这个究竟坚固这种的定啊，是在诸定之中啊，是一个王，为定王。这个定王啊，并不是说国家这个王叫定王啊，这就是啊，俺们修定力，修这种定力里边的一个王，王于三昧，这三昧就正定正受啊。这个楞严定啊，是在正定正受之中的一个法王，法中之王，世稀有啊，这个世间上啊是没有的，
这个世间呢，也就是有情世间和气世间，在这个世间呢，最稀有不过了，很少很少的。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僧齐怀法身。消就是消除了，一劫百万月亿，一百万这一，这个一劫我前几天曾经讲过，一个劫呢就139600年。那么记到1000个139600年，这算一个小劫，20个小劫算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那么这个一劫消我一劫，这个一劫就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呀，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了。所以消我一劫，消我一劫什么东西啊？颠倒想。这种颠倒想啊，不是从今天有的，也不是从昨天有的，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从无量无量劫以前一点一点的积累而成的。所谓习气，习呀、啊、就是子曰小儿失习之那个习，气就是啊俺们人的呼吸气的气，这种习气呀、啊、就是这个颠倒想的一个母体。这颠倒想啊，就是由这个习染而养成的，养成这种颠颠倒倒，一是它就为非，一非又为是啊，一黑它当作白，一白它当作黑啊，你叫它叫白的，它说我叫它叫黑啊。比如说这现在这个白文天有这么一个人呢，就叫他叫老黑，不叫他叫老白。你看这就是啊，给他倒叫着颠倒过来，这就叫颠倒想。这举这一样啊，现在没有这么个人，这是举出来、啊、这么个比喻，你就容易明白了，这叫颠倒想。人家想这样子，他一定想那样，总要有一个特别样子，做一个特别的这个警戒给您看。那么这样子呢，就是颠倒想，不利僧齐怀法身。利呢是经历，僧齐这个僧齐呀、啊、是梵语，翻到啊中文叫无量数，三大恶僧齐劫，经过三大恶僧齐劫才能修成佛。由这个初发心到这个初地，这算呢要经过一个恶僧齐劫这么长的时间。由初地啊再到齐地，这又要经过一个恶僧齐劫的时间。由拔地到这个妙角就是成佛了，由拔地到妙角，这又要经过一个恶僧齐劫。因为这个三个恶僧齐劫，这三个无量数究竟是多少呢？这个数目啊是一个大的数目。这个恶难呢，听见因为佛说这种微妙的法门，微妙的开始，就啊令恶难呢现在开悟了。开悟他不需要经历这个三大恶僧齐劫这么长的时间，他就可以得到法身。得到法身，这个得到怀法身，怀呀、啊、就是得到，这个得到啊并不是正德的德，
这个是悟，它是悟德了，悟德的法身，这个理。那么要是去正是正德这个法身呢，还要修去，还要啊再往前去啊用功。所以啊他说现在我不立僧齐怀法身，他知道啊他自己不需要啊经历到啊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才成佛，他现在知道他自己呀、啊、明白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了，知道自己呀、啊、和这个所有的这一切的外边的色相都是如来藏中的那个妙明的心，所以呀、啊，他明白这一点了，所以他知道他很快就成佛了，所以说不立僧齐怀法身。愿尽德国成宝王，还度入世恒沙中，将此身心奉尘刹，世载名为报佛恩。愿，这个愿呢，愿今得果成宝王。什么叫宝王呢？宝王就是佛。什么叫果呢？这果也就是个佛果。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入世恒沙众，这两句寄诵啊就包括、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消，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包括、啊、这四弘誓愿。愿今得果成宝王，就是啊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和这个法门无量誓愿消，包括这两种愿。还度入世恒沙众呢，就包括这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因为什么说包括这一句，包括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呢？头一句就包括法门无量誓愿消，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你愿今得果成宝王，你愿意成佛，要明白佛法，所以呀、啊，这法门无量誓愿消在先。然后啊就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成佛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还度入世恒沙众，这样包括度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你度众生啊，你要先断烦恼，要不断烦恼啊，你不是度众生，而你是啊被众生度，你是被众生度。为什么呢？这个众生啊各有个性，每一个众生都不同的，有的非常刚强的啊，你和他说什么他都硬邦邦的，硬邦邦的就是很硬，软呢、啊、硬呢、啊、哎这个硬，很强硬的就是很强硬的，你给他讲什么法他也不听的啊，本来应该你度他，但是他不听你教化，这时候你要烦恼不断呢，你也生了烦恼了。哦，你刚强，我比你更刚强，对不对？烦恼生出来就不能教化众生了，这就叫被众生度了，不是度众生的。所以呀、啊、你想度众生一定要啊把烦恼断了。
啊，看见一切众生啊都像小孩子似的，恶性的众生你也不要怪他，那善性众生当然你要接受他了，就是恶性的众生也不要生烦恼。这所以呀、啊，想要教化众生一定要断烦恼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啊，愿今我愿意现在啊得到这个佛果成佛道，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入世恒沙众啊，我再去教化众生，得了果我做什么呢？我预备还教化众生的。所以说还度入世恒沙众，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众生啊，我都要去度去。想此身心奉尘刹，我呀现在呀把我这个身心，不是浅心，这个身心呢，怎么叫身心呢？身心就是发大乘菩萨心，这叫身心。奉尘刹，我呀奉献给呀微尘刹土那么些个佛啊，那么些个众生，不单我要奉献给佛呀，我也要奉献给众生，把我这个身心呢啊给这一切的众生，一切众生啊令他随心满愿，令他求什么就是随心满愿，这叫啊奉尘刹国度的诸佛和众生，不是单单呢就是供养佛不供养众生。因为众生啊就是佛，众生啊就是佛，那么还要修他干什么？好像某某人说，哦，俺们都是佛，俺们都是佛了啊，不错，你是佛，但是你要修才是佛，要不修啊你就一天到晚念我是佛我是佛我是佛，那也没有用的，这要你有真功夫才算的啊。我不问他，我说你是佛啊，佛要啊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你有几身，你有几智，你有几个眼睛，你有几通，这不能冒充的。奉尘刹赤宅名为报佛恩，这才是啊我报佛恩的一个机会，这才表示我啊对这个佛啊是真真的尽上我这一点的义务了。佛请世尊为证明，无着阿室是先入，入依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环。佛请，佛啊就是五体投地趴到地下，这叫福请，请就是祈请，祈请世尊给他证明，他说他要用这个身心来奉尘刹来报佛恩，那么就光自己这么讲一讲，没有人给作证给证明，这是不成立的，那么一定啊要有人来做一个保证，这就请佛呀来给他做一个保证人，他将来呀一定要这样做去，所以这叫佛请世尊为证明，给我做一个证人，证明的人，证明我怎么样呢？无着阿室是先入，这个五浊啊阿室是人寿啊到两万岁的时候啊，什么时候人寿到过两万岁呢？就两万岁那个时候的人就到过两万岁，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走到那个两万岁那个时候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啊有人两万岁了。到两万岁那个时候啊每一百年寿命减去一岁，这个身量的高度呢减去一寸，
讲到啊人寿命100岁，这个时候啊就是五浊恶世开始的时候，在人的寿命啊100岁以前呢，那时候不叫五浊恶世啊，那时候那个世界也很清净不浊，这个浊啊就是染污意，就是不洁净。在这个没有叫五浊恶世以前呢，就是清净世界，好像现在啊那个五台山呢叫清凉世界，这现在叫清凉世界，那将来呀这个时局转变呢，变来变去变呢，或者几万年之后啊不叫清凉的，或者叫热闹的世界也不一定。这个五浊是什么呢？第一的就是劫浊，这个劫呢就是个时分，梵语叫劫，劫波翻到中文就叫时分，就是一个时的分段，一个时候的分开一个时候，这叫时分。时就是时候的那个时，分呢就是分别的那个分，叫时分，与其他的时候有分别，所以这叫时分。这个劫浊，劫怎么浊了呢？啊，因为到五浊恶世的时候，这个劫运由众生啊这种恶业造成的，这个劫就是混浊了。浑浊了，这叫劫浊。那么也讲多了，太多了。第一是劫浊，第二呢是见浊。以前的人呢，见什么都是清净的。那么到这个劫浊的时候啊，人所看见的都是一种污浊的东西。这个见浊呀，以这个无历史啊做它的体性，无历史科尔康知不知道什么叫无历史？哦，不知道，这是真妙，不知道就是妙，谁不知道，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妙。无历史，为什么叫他历呢？历就是来得很锋利的，很快的。这无历史是什么呢？啊，国谱你可以给他们写在那黑板上：身、边、界、见、邪。身呢，就是身体这个身；边呢，就是边际的那个边；戒就是受戒的这个戒；见就是看见这个见；邪就是邪正的那个邪；身边戒见邪，边是边际的边，两边的边，旁边的边。那么这无历史啊，众生啊都只招他有个身，只招有这个身体呀、啊、就爱招不舍，对这个身体呀、啊、哦，生出一种爱欲的心呢、啊、我一定要帮着我自己，吃一点亏也不可以，对自己这个身体看得特别重，穿也要穿好的，吃也要吃好的，住的地方也要好啊，总把这个身体呀、啊、看得成一个无价宝珠一样。不错，你看得对，这个身体是个无价宝珠。可是啊，你自己用错了，这个无价宝珠啊变成了一堆粪了，粪土都不值了。为什么呢？你竟啊在这个皮毛上用功夫，你自己呀、啊、真正的自性那种宝珠啊
你没有把它发现，所以啊，只知道啊，只招这个身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啊，也放不下它，一天到晚呢，为这个身体忙忙碌碌，都是啊，为这个身体，这身是边，这个边呢就是边见，怎么叫边见呢？这个头一个是身见，第二个是边见，这边见呢就偏于一边，不是偏于空，它再不就偏于有，总而言之啊，不合乎中道，这就叫偏见，偏见就是这个边见，它落于两边了，不是偏于空就是偏于有，不合乎中道，这是这个边见。第三个历史就是这个戒，那么戒怎么还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了呢？因为他这个戒呀，非因即因，他不合乎这种的因的啊。他说我做这个就好，就是修这个无义的苦恨。以前我讲过啊，吃牛戒，吃狗戒。他小牛小狗啊，又小这个睡经床啊，做种种无益的苦恨，他有这种戒见，他心里啊，你看我是一个持戒的人，我是一个守戒的人，你们都不行的，你们都不能比我，总有这种共高我慢的心在心里头，这就叫啊戒见。第四呢是见，就是看见这个见，见取怎么样呢？它非果即果，那个戒见呢是非因即因，它这是非果即果，不能得到这个果，他认为他会得到这个果，这是一个见取。第五呢是邪，就是邪正的那个邪，不正当，这邪了。这个邪呀，就是邪见，邪之邪见，啊，总想的那种东西呀，想的不正确，邪见，这叫无历史。这个见着啊，就以这个无历史做它的体性，这见着。第三呢就是烦恼着，这烦恼着呢以五顿始做它的这个体性。什么叫五顿始呢？前面呢是五力始，这个力呀、就是来的快，这个顿呢它就迟钝呢，什么事情都来的迟钝。这五顿始是什么呢？这是在佛教啊就常常啊用的这个名词，人人都应该记得，好像那个四弘誓愿呢，这每一个佛教徒应该是记得这四弘誓愿，这很要紧。反正五顿时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这五个字，贪嗔痴慢疑。贪是对着顺境生一种贪而无厌的心，贪就是、欢喜的事情，你所欢喜的事情就生出一种贪而无厌的心。嗔就是对于违情，违背你欢喜的事情，就是不欢喜的事情啊，就生一种嗔恨心。痴就是净打一些个痴心妄想，打妄想，痴。慢就是我慢，共高我慢啊，就觉得啊，我是一个最大的，你们谁都不如我，所以我慢，对人也没有礼貌，这也是一个慢。疑就是对真正的法他怀疑，对不正确的法他反而啊
认为是对的，他一是一非啊，这个对于真正的法他不认识，他生出一种怀疑，对于这个不正当的法啊他又信了，所以啊这一正法而信邪法，这五种呢就叫五顿时，这是第三烦恼中。因为有这五顿时啊就造成了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五顿时做它的起心。第四是众生浊，众生啊这个名称啊不要提它，为什么不要提它呢？这众生啊太肮脏，你说这众生都在一起生这么多，太不洁净不清净了，所以这个名称啊在菩萨一提起众生这个名称啊那就认为很污浊的，所以这众生浊，这个众生啊就是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要以为自己不了不起了啊，污浊邋遢，你说哪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所以这众生啊自己以为自己还啊很了不起，实际上啊就在众生浊里头不清净。第五是命浊，命浊啊我们这一切的命运呢都是很不干净的，在这个世界上这五浊啊也就讲个大概，要详细讲啊也是要很多时间的。五浊恶事事先入啊，这五浊的恶事啊，这个不好的不干净的事盖啊，我要先去教化众生去，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啊到这五浊恶事来教化众生，这恶难呢大要也要学他的师父这样伟大的精神来呀、啊、到五浊恶事，不怕这一切的五浊来染物，所以到这五浊恶事来教化众生。入一众生为成佛呀，终不于此取弥环呢。如果呀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我呀也不成佛，我也不正果，这个弥环呢有的翻作涅槃，就不入涅槃。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也不成佛，这就好像啊地藏菩萨的愿力，说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度尽，尽就是一个众生都没有了，所以他才成佛。地不空誓不成佛，这个他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同这些恶鬼啊在一起，他说这个地狱啊什么时候不空啊，什么时候他不成佛，一定要等到地狱空了他才成佛。那么地狱什么时候空呢？你不要替他担心啊，空的时候就空了，不到空的时候你怎么担心呢？地藏王菩萨也是不会成佛的啊，等到地狱空的时候才成佛了。这是啊这个终不于此取涅槃呢，就是我有一个众生没有度成佛的时候，我也不入涅槃，我也不去成佛去。大兄大力大慈悲悉根深处微细合，大兄在佛教里那个大殿上都称大兄宝殿。什么叫大兄呢？这个大兄也就是一个大英雄，所以呀叫大凶。这个大凶他能以呀破一切众生的微细的这个火，这个毁字有多和的有多毁，就是啊能破除一切众生最微细最微细这种的迷合，也就是啊无明，能破除啊一切众生根本的无明，从
从根本上来解决，叫大雄。大力呢，能拔除啊一切众生的这个烦恼的根，把这个烦恼的根给拔出来，这叫大力。烦恼根本也就是无明。总而言之啊，这个大雄大力啊，都把这个人的无明给破除而拔掉了。大雄大力，大慈悲，这种的慈悲是啊平等的慈悲，是无缘的慈悲，是啊普遍的慈悲。这个平等在一切众生，这个佛啊以平等这个大慈来啊给一切的众生的乐，又用这个同体的大悲拔出众生一切苦，把众生的苦恼也都给拔出来了。那么这个拔的意思啊，就是连这个根啊，苦的根都给拔出来了。给这个乐呢，是给究竟的快乐，不是暂时的乐，究竟的快乐，令一切众生都明白本来的面目，这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无缘呢，一切的菩萨要度有缘的众生，佛呢是慈悲度无缘的众生。菩萨说谁和我有缘呢，我就度谁，有所选择。感觉佛呢他不选择，无论哪一个众生和他有缘没有缘的度，无缘越没有缘他也要度啊。为什么呢？你没有缘，如果要不度他，始终也是没有缘呢。为什么有的缘呢？就因为啊你得想要和他解缘，他才有缘。那么最初都是没有缘，所以啊佛是运无缘大慈啊，他对任何一类的众生都去教化去，所以啊这叫大慈悲。悉更审出微细悔，我希望啊世尊用这个大凶大力大慈悲这种的力量啊，来审出我的我自己所觉察不到的，我自己呀、啊、所不明白的这种疑悔，这种啊烦恼，这种的无明啊，请佛呀给我审除，给我看一看呢。如果有这种的细悔的时候啊，就给我除掉它，令我早登无上角啊，于十方界做道场。令啊叫使令，使令我恶难呢早成佛道，于十方界做道场，我也啊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去，而建立道场做道场，我到那儿去啊转法轮教化众生去。顺绕多幸可消亡，稍加拉心无动转。什么叫顺绕多呢？前面讲一个要顺绕多，不过前面那个顺绕多啊，翻译中文叫解本记，又叫最初解。在这儿呢，这个顺绕多就不那样子翻译，叫什么呢？就叫个空。顺绕多就是个虚空，顺绕多性就是这个空性可消亡，可以没有了。你说这个虚空会没有吗？虚空本来就没有的，他还怎么会再没有？那么这个恶难呢举出这么一个比喻，说这个虚空本来不会没有的，但是啊假设虚空它会没有，它会没有的。顺绕多性，顺绕多这是个空性，就是那个空性啊，这个空性可以消亡了，消亡就是灭了。
没有了啊。你说空，这虚空怎么还会消灭呢？你这个虚空怎么把它填满了？怎么填法？没有法子填满的。但是啊，本来不能消亡，可是啊，假如它会消亡的，稍加拉心无动的，这个稍加拉呢，也就是这个楞严王，这叫稍加拉。说啊，我这个坚固心，稍加拉心，我这个坚固心不动转，我不会动的。我现在信佛啊，这个法得到我的真心了，真心就是我这个坚固的定心，也就是我这个决定的成佛的一个心，不动转啊，永远都不会动转。